弟弟要什么？对呀、啊，我要茶碗蒸，取一个那个杏菇，杏鲍菇。牛蒡炖鸡。你要什么？许愿。那你等一下跟哥哥跟老板说要吃饭。我点个招牌好，你吃过？一个瓦片牛肉，谢谢。可以啊，可以。没有，有时候录想录他吃饭，他七分熟可以。牛肉搭配鸡肉的，七分熟吗？对。那请问何时？我一个那个椰草莓牛肉。啊，你哪个？啊，对，我要那个气死的，气死的。六个气死的，那都半块六个气死的。陈要什么？跟老板讲要什么吧。气死蛋糕。好，四个。